对我来说，家就是有凯西在的地方。我们异性恋相爱，同性恋相爱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爱。我欢喜两个斗阵啦，在我的想法都唔免反对啊。啊，查某拄查某唔要紧，查甫拄查甫也唔要紧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自己快乐，孩子快乐最重要。真的，只要他们快乐就好。我只是问他们一句话：你们有没有真的相爱？啊，小玉说有，她真爱。那苏珊也说她很爱他。我说那两边都很爱，那就是很好的。三十几年，我们不是白过的，就是缺了一张结婚的纸。我都很怕，万一我中风的话，他怎么办？我在法律上没有半点立足之地，我没有权利。你们可以吧？因为国家，因为社会让你们失望了，孩子们。你们要勇敢，天地创造你们这样的一个人，一定有一点时光让你们去争取人权。要做自己，我救不了我的小孩，我要救跟他一样的小孩。你要有勇气表明自己要同性结婚，跟一夫一妻一样，你若两情相悦又有什么关系？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幸福，同志结婚也是争取自己的终身幸福，跟一般人所要追求的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。不要去管人家怎么想，因为爱是你一生的事，伴侣是一生的事，有这机会你就好好在一起，不要怕。这个制度对很多人来说是有需要的，从不可以到可以不，其实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个过渡嘛，所以我觉得当然要支持啊。哎呀，无啥货啊，欢喜就好啊。作为斗阵，有路法度开讲，开讲到老，安尼就好啊。结婚总是安尼尔，唔讲啥，爱好孩啊，爱幸福啊，安就好啊。现在就是需要改变的时候，我要抛头露脸，我当然要争取。我希望说。我们的故事不要再重复了。